接下来我们是一个提问的时间，我希望没什么就不用上去了。大家就提的问题越尖锐越好，然后我就不用上来再写视频了，就你自己。每个人可以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好，介绍自己名字，然后提问。然后介绍名字的时候呢，让这个摄像机镜头转向他。好的，好的。受贿罪和行贿罪，为什么只处罚受贿不处罚行贿？你从你的角度，阐述了你的看法。我当时听到一种比较靠谱的看法，他们说的是怎样说的？说这个你受贿的话，一般一个人受贿的话，不可能是一个人行贿，虽然有很多人会给这个官员行贿。行贿的，你在这查这个案子的时候，肯定是要让那个行贿的人来给你这个提供线索。如果你把行贿的人也给逮了的话，那就会导致这个受贿的罪半天定不下来，线索掌握不了，就是证据不行。然后我在警察院实习的时候，当时是抓了一个行贿的，但那个行贿的抓的是怎么抓的？因为那个行贿的他给五六个官员都行贿，等于说他害了一批人，所以说检察院当时说这个人太坏了，把这个人赔起来，然后结果给来了。然后另外你说到说没有纪委，然后把这个纪委去掉。但是我想提的一个问题说，如果没有纪委，但是还有政法委，不是因为你这个检察院来办的话，因为经常现在咱们中国的特色是经常会有领导给批条子或者说做指示的，这样的话到时候检察院和法院办起来的话，经常办起来也不是那么的顺利。然后这是你提的问题的，我提的一个简要我的看法。第一个问题是你刚才也着重的谈到了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你也认识司伟江律师，实际上司伟江律师的微博已经被封了，他应该不是被注销的，因为我那天晚上发微博的时候提到圈了一下司伟江律师，结果我那个微博晚上就被加密了，就发不出去了。然后所以说我就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司伟江律师的微博被封，李庄律师然后从这两年开始一直在为他的付出在背走云最高院和最高检之间维权，但他实际上现在还没有付出，就是说律师在维护自身权益的一个过程中，以及说公民都不用说了，有时被劳教，就是说中国至少目前在言论自由上面咱知道，比如说好像说从王立明教授一直在这个起草这个新闻法，新闻法中国说已经起草很长时间，但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他还出台不了？公民的言论自由何以保障？因为你刚才也提到这个纪委，实际上在检察院实习的时候知道，这个党内的干部一般是纪委先介入调查，纪委如果不想要这个人了，或者说就是说对党员已经查清说党一般实际上还有个保护的作用，如果纪委如果不想保护这个党，然后一般才会交出去让检察院介入，等于说是一个区别的原则，普通的公民直接由检察院来介入，而党内的党员的话一般由纪委来介入，是那个区别原则，同样都是一个国民或者说是公民，但是适用的条件却是不一样的。这样我就想问的着重问题就是，民主这样的一个民主与法治的情况下，民主作为法治的一个前提，在中国这样至少还缺少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民主的情况下，法治何以实现？第二个问题是，律师行业在一定程度上标志了一个国家的一个法治的进程，在美国的话，你如果提到说你是律师，通常会被认为你是一个非常富有的或者是资产阶级，而在中国的话，中国律师实际上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我感觉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中国民众在需要律师的时候觉得律师是非常的高尚的，在不需要律师的时候对律师的一种感情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而网上流行的一个段子说是特别在刑诉办案的时候说这是一个检察院和原告以及说法院实际上是三缺一打麻将，让律师来参与进来，但是不准律师服，只能其他服，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在那个最高律师的第二个问题，你把问题说。我说这个虽然在提，这个张军副院长在一次在最高院给全国中院副院长开会的时候，他提到一个问题说，因为那个不是在那个小河那个案子的时候。不是因为时间长，就是但我们要让更多的同学有更多的机会发言。你还是归纳一下，把问题往前问，因为你说了我忘了前面的事情。我的主要问题就
就是你如何看待中国律师行业的这个艰难的发展以及它的规范化？好，行，谢谢。我这个特别感谢这个同学对我刚才所讲的有些问题的这种佐证。他的简单实习的经历呢，其实咱们都基本上印证了刚才我想说的，我自己所揣测的一些事情呢，大概是我们现在的现实。第二呢，就是说呢，这个政法委的问题呢，其实我们可以放到另一个单元来讲，比如说让苏伟江或者其他人来讲都可以，本来我昨天就想把他拉过来。这个其实你要想到呢，我们所说的问题啊，就是我自己呢比较关心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包括呢我对纪委检察院和这个某些人士的这种批评，某些政策的批评，对某些大人物的所谓举报，实际上呢都是在行使一种言论自由。然后如果说这个中国社会的这种所谓伟大复兴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社会的这种规则的建设啊，它不是单兵突进的，它实际上呢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为什么新闻法一直不能够通过呢？就是因为有人不希望有新闻法来约束自己，约束权力，所以权力呢设法阻止它通过。但这样的一种诉求呢，恐怕也很难永远的漠视下去。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你说我说了纪委双规，然后还有政法委，那检察院没有纪委和双规的前先实，这个那还有政法委的领导，有没有想过我们所说的法律的正当程序？你认为检察院仅仅会他自己做强做大，按照法律真正来处理的话，他仅仅会这个不在纪委，他就不会对政法委抗争吗？政法委对党和对公检法的这样的一种协调统一和领导，本身就是非法的，就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他的纪委对人的这种双规限制的这种非法性和破坏法治呢，是完全异曲同工的。所以说我们要求改变社会的这样一个努力呢，虽然说今天我讲的是针对双规和这个纪委，但实际上来讲呢，它其实要说的是呢，是要按照正当的程序呢来做中国的所有的事情。因而呢，我想呢，检察院真正能够堂堂正正的侦查案件的时候，政法委也就不能够再给他剃刀子去发指示了，你的问题其实也就解决了。再有呢，检察院就好嘛，反贪局哪个人不做刑讯逼供？上个月我在安徽的明光，距离李克强的老家只有60-70公里，在这个地方开庭，没有任何变化。那个案件，那个系列的案件，其实本来是迟素生，我和这个陈有希，我们在几个点上去来做这个案件，它其实是一个案件。最后呢，法院这个因为安徽省检察院的办案过程疯狂的这种刑讯逼供，然后把所有的人呢，这个包括夫妻两个，都分成不同的案件来分别处理，把所有的人本来就算指控成为共犯，应该按照技术上讲，他们把它变成证人，然后证人又不能出庭作证，彼此又不能见面，完全用套取的口供来处置。所以说呢，纪委、政法委、检察院、法院、公安，我们所说的所有的正当程序，都不能认为检察院就好，检察院比纪委、政法委好不到哪里去。法官也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这样？就是每个人都是在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去工作和生活的。我们要这种变化呢，其实就最终的原则，你会回到一个基本的本源，还是一个做人的问题。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做人确实在党的领导下，人性已经越来越迷失了。再有呢，你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对律师的看法。需要的时候呢，觉得律师还不错，是正义的化身。其实我要说呢，律师从来都不是正义的化身，律师绝不要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正义的化身，这才是律师真正的定位。律师我觉得是对事实和法律负责，为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去负责。那么国家的利益由检察院和由检察官去做，是吧？然后呢，对方的利益呢由对方的律师去做，大家是在一个好的一个正常的平台上呢去摆事实讲道理，按照规则去做事的。之所以有些人呢会被认为正义的化身，是因为社会在某些事件中间给律师这个角色附加了更多的底色，希望他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律师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律师把自己这个环境上的事情做到位、做好了、做得得体就可以了。难道说配合纪委
比如说纪委双规刘志军把他移交给北京第二检察院，检察院交给法院，然后法院指定钱立阳律师来进行辩护。在这种情况下，与官方配合去假打一场戏，做一场假辩护，你的技术再好，你又能算是在匡扶正义吗？对吧？刘志军符合一个这个法院指定律师的条件吗？不符合了。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人，比如说钱立阳，这个钱立阳也是我们这个行当里我们很敬重的一位大律师。如果钱立阳在整个的诉讼过程中间提到纪委这个机构在长达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对刘志军的非法监禁和所谓调查取证问题提到这个问题的合法性，那我觉得他是不是一个好律师呢？我觉得他就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律师。如果完全无视纪委双规阶段对刘世军的合法权利的这样的一种侵犯，仅仅就检察院按照纪委的要求所指控的受贿与滥用职权提出辩护，当然也对，因为检察院都没指控，你干嘛要去辩呢？这也是对的，但是这是假的，这是假戏真做。原来假戏真做的时候呢，还有真正的旁听人士。现在他们已经虚弱到一个在做假戏的时候连旁听人士都没有了，一个真的都没有，除了家属，而且家属还要给名额，是吧？人家与案件这个重庆高院要求说是亲戚还不行，还得拿出户口本来证明你们的亲属关系，你怎么不给这个旁听人士来验 DNA 呢？是吧？这是什么呀？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什么叫对一个律师怎么样来看，其实呢不需要把律师看得多，律师很得体很本分地做到了他自己应该做的而且必须做的，我觉得这就可以了。所以说呢，我觉得跟任何人做事呢，我们需要呢先签好合同，然后签了合同之后呢，我们要认真勤勉，这就可以了，是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一个个案之外，我们现在发现了纪委的问题，我们要做一个，因为他不进入程序，所以说解决纪委的问题呢，是一场社会运动，它不是一个律师的案件代理。律师真正介入，需要到检察院公安阶段之后才可能，那纪委怎么可能？所以说我们现在呢，要真正的提醒现在的领导人，纪委你越能干，纪委的权威越大，你越注意谨慎的行事，应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当检察院再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再去提出检察院的问题，这就在一个个案程序中间可以提出了。现在党的问题，你连说都没法说，这个是什么问题呢？这个所以说呢，我是在给我的千千万万的律师同行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另外，律师就是律师，像我这样的人呢，不全是律师。有人说我是以律师做幌子，就这个问题我不持异议，是吧？但是呢，就是说在做所有的事的时候，我觉得我做的，他的严谨程度和信用程度，不亚于呢这个对，不亚于我们一般的律师，差不多，就该怎么样怎么样，该什么程序怎么程序，谈好价钱就收，谈不好价钱那是咱们没有这个能耐，签了合同收不到那么多钱，是因为我们运气不好，是吧？所以说这个呢，就仅仅是把我当成一个律师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对律师的感觉呢，其实怎么样都无所谓。说老实话呢，中国现在律师呢还很弱，中国律师协会呢也很弱。这个一个30年来一直被豢养的机构，你不能指望这样的一个机构有必要发育自己的脊梁骨。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呢要看到呢这个路在脚下，需要一点点去走。然后有你呢，才有律师；有你这样的律师多了，中国律师的形象也可能发生变化。至于说好还是坏，其实见仁见智。真正的律师呢，我觉得是那种技术很强的，是吧？这个能够做很精细高端的业务，来服务于社会的各种各样不同的需求。像我这样的，不算是好的律师。第二个问题吧。和这个双规有一点关系的一个案子，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民营企业家和政府之间发生一个经济的纠纷，然后他这个民营企业家被纪委双规，然后他甚至还不是党员，在双规的地方之内，然后被入党，因为这个事情后来他们家也有一点关系，然后所以
对当地有一些形成了一些影响，所以纪委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然后就通过公安通过经侦支队对他进行侦查，然后后来把他再通过检察院还有其他的一些措施把他进行了拘留。然后我之后的思考是，是不是只要我们这个包括纪委的书记也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常委，这是当每个地方都是一样的，而且纪委是和那个监察机关行政监察机关是合署办公。然后我觉得监察机关他有他对这个政府部门政府干部的这个他一些问题的调查权和接受这个控告的权利。然后如果那个党尤其是请党委对于各个国家机关行政机关和这个司法机关他的领导权不会受到影响的话，我觉得即使是纪委他现在的这个双规的权利进行了，假如说我们取消了他，他一样会通过公安或者其他的一些司法机关来行使他这些职能。这是我现在的想法，不知道您觉得这个想法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他现在取消的话，也可能只是换汤不换药。然后还有一个第二个问题比较简单，然后就是说，我现在是研一的一个在读学生，我们学校研究生可能有一年半的时间在进行学习，剩下一年半时间想，我以后想做律师的，希望您能够提一些在这剩下一年半时间的一些建议，谢谢。这个你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形啊，确实存在，就是有很多换汤不换药的情况。比如说最大的换汤不换药，就是说十年前呢，孙志刚之死，使得呢这个收容遣送制度呢，被废除掉。然后随后呢，各界呢就要求能够顺手解决这个劳动教养的问题。但至少呢，当时我们认为呢，孙志刚事件之后呢，收容遣送这种事情呢，应该不至于废除。但是没有人想到呢，会出现安源顶，出现黑监狱，出现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情景，然后大量的这种劳教潮、上访潮和维稳，以至于呢，这个在北京周边的大概九个省区呢，要建设一个拱卫京师的所谓护城河工程，这其实就是解访维稳、账面维稳、删贴、控制言论这样一系列的这样的一种手段。所以你说呢，换汤不换药的问题呢，其实呢是这种存在的。但是我个人感觉呢，所有的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换的不够勤和换的不够彻底。所有改革中间这个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间所出现的问题，出现的这种不愉快不如意，其实更多的呢是由于改革不够彻底和坚决，而并不是改革本身出现的问题。比如说肖阳的这个在位的时候呢，他希望这个中国的法官职业化一点，是吧？那这样的一个路数呢，明显它现在我们比较起来呢，要比最近的这个五年所谓三个至上的这样的一种马习武方式呢要好得多。我们现在法官呢已经不像法官了，是吧？另外呢，这个所谓这个收容遣送之后呢，出现这么多的情形，以至于我们现在面临更复杂的社会矛盾，社会的腐败越来越多。我个人感觉呢，还是一些根本原则的问题上的改革不够彻底。你比如说这个纪委和监察机关联署办公这种事情，其实本身机构也是可以改的。你共产党的纪委，你自然可以存在，你自己存在就是了。你为什么要和监察机构联署办公呢？这不是一道命令把它分开吗？是吧？党要管党，党政分开，富强民主文明，这是十三大时候所提出的这样的这个所谓建设目标，是吧？这个建设目标你把它真正落实到，你完成一条赵子阳时代，小平那个时候所提出的党政分开，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党政分开，是不是纪委、政法委所有这些问题就真正解决了？我们要做的其实呢，你会发现呢，通通都是在根子上。蒋经国讲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共产党是认识得到。所以说呢，我们改变这个社会啊，它是一个过程，永远不要认为自己的努力呢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价值的，你自己去努力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叫穷则独善其身。为什么这样讲？你做了，你做到了一点点，你换了一位汤，让他重新来一遍，总之是要好一些。慢慢慢慢的，你就把那个药也换了，是吧？真正解决中国药的问题，我觉得党政分开的问题，这是在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前提之下，政治民主，依法行政所叫做党政分开。
如果不是一党执政呢？如果开放了党禁和报禁，我们也有这个两三百个其他的政党，然后经过这种来回的轮替呢，会逐渐的形成一个有影响或者说有实力的这样的一种反对党或者是这种政党政治。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它会发生一个党派退出国家机关的问题，对吧？你是以这个民选或者是政府公务员的方式来为人民服务的，你不是一个党的干部的方式来身份来为人民服务，来为党效忠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你个人感觉是不是很多问题其实就已经解决了？如果说党派退出高校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就更好吗？如果任何党派都退出高校，让学生自由的去选择，把所有的党的这个纲领教义全像这个农贸市场一样摆在一种，你愿意哪个就是哪个呢？大家做一个正常的这种交易，这不很好吗？用选票来争取。所以说蔡廷健老师的儿子蔡可鹏他曾经讲过，他希望能够将来有一天在蔡老师的坟前去焚化一张选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蔡廷健老师说，这个民主和这个宪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那么他走了之后，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延续下去呢？其实所有的问题啊，我们现在呢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党的领导和党的领导方式的问题。我们所有的假设对前途的忧虑都是在共产党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前提下推导出来的一种悲观的结论。有没有想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这个问题真正的辩证法上的解释，因为辩证法它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就是存在的东西将不存在，合理的东西将变得有可能不合理。那么现在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吧？他还是个副教授，将来有一天他可能会成为教授的，不太可能，是吧？所以说呢，这些事情来讲，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站得更高一点，我们放得更远一点，这个天下是中国人的天下，是吧？中国呢是中国人民的中国，是你的，是我的，不光是他家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吧？你怎么可能这个全方位的大面积的富二代接班呢，是吧？把我们当成什么，是吧？所以说这些情况来讲呢是合理的，但将来它可能会不是这样。今天党的领导呢是无所不用其极，无处不在的，在未来呢它有可能回归内敛到一个民主政治之下的这个党派的这样的一种角色，而且开放了这种报禁和党禁。现在我个人感觉开放报禁的意义也不大了，因为报纸基本上快没了，没什么人看报纸了，是吧？这也是很危险的情形。但是传播还在，新技术还在，是吧？以前呢，这个通过控制一个报馆的老总编辑、社长、编辑，然后下一道禁令就可以解决。现在为什么要下禁令？现在是因为他来不及，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每个人都是目击者，每个人都有手机。如果24年前我们有手机，我们能上网，那时候我连 BB 机都没有，我都不知道什么叫传呼机，是吧？怎么可能会出现那么大的流血事件呢？也许这个社会运动就用另一种方式呈现和被记录了。所以说呢，我觉得任何事情的看法呢，我个人感觉大家呢都不要悲观。我这个40多岁，你们才20岁出头，是吧？这个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他们的。这是一种假象，这个世界还是你的。但是你曾经有印象或者有想法去改变你的命运吗？去掌握你的命运吗？如果没有，那么现在可以去试试。你会发现呢，就是说公有制能够给你的资源，党和政府能给你的资源越来越有限。还有什么呢？是吧？确实呢，这个权力可以让你一夜暴富，你成了一个官二代，你成了一个什么？你有一个好的机会，你一下子，你一下子做一笔生意，你就掏了一桶金，你就如何如何。但是这个权力呢，已经越来越不容易让你一下子成为赤贫。他还可以像苏维埃俄国流放富农和这个20、30年代一样，或者像中国以前一样，让你一下子变得倾家荡产吗？能够让你没有了工作，你就没有了饭票，你就没有办法像57年一样吗？那么89以后，我为什么会
逐渐这样化繁为混到今天还似乎看起来基本上算实现小康和温饱，是因为呢我觉得这个社会在逐渐的建立规则。在中国走出毛泽东时代之后呢，小平、子阳和这个昨天这个去世的胡耀邦，24年前，他们在这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间呢，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可供维护自身权利的这样的一些所谓抓手，是吧？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些制度资源把它用实，你就能够会发现呢，这个以后党政分开就变得没有必要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党是经常换的，是轮流执政的，是要靠竞选的。你这个分开不分开，你都不可能给一个学校，给一个电影厂，给一个公司去下一道命令，给一个检察院。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机构是国家的机构，这些呢都会灰飞烟灭。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呢，眼看他行将就木，眼看他在垂死挣扎，屁股上给他一脚，把他踹下去，完了。后面那一位吧，下回我找一位女生了。对，找个女生。对。从我的角度，我提三个问题，很简短。第一个就是从刚才所说的那些角度，我就感觉好像现在社会上好多人、好多事都存在问题。用一句话讲，天下乌鸦一般黑，而现在大多数人都是乌鸦，或者80%的人都是黑的。如果从打黑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些乌鸦岂不是80%都要被收拾？如果这些乌鸦被收拾了的话，这个乌鸦本身所承担的一些责任、一些事儿，该怎么去做？怎么去落实？是不是打掉他们与不打掉他们相比，还不如留着他们？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国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咱能不能反观一下，是不是中国的这些法律之类的出了问题？是不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第三个问题是，从中国的一些，就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啊，从中国的这个现状啊，以及各方面制度推行的这个情况来看，法治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能走多远？这是我的问题。感谢你的问题啊。80%是乌鸦，都很黑，全打的事儿谁做？我觉得自然会有谁做，有人做。椅子上没有坐人，这个椅子腿是不会累的，对吧？因而呢，就是说，我们永远首先呢。80%的人即使都黑，他永远不可能80%的人都被同时打掉。因而呢，这样的一个假设呢，它其实不是一个真的可能实现的东西。第二呢，就是说呢，这个过程中间呢，树上有70鸟，开枪打下一只，另外的也就飞了，那另外6只不可能在那个地方。什么叫人随王法，草随风？我觉得呢，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是人随王法草随风。所以说呢，我们要改的东西呢很多，既不放弃，眼下顺手就可以改，不要推卸，不要逃避，能做就做。第二呢，不要杞人忧天呢去担心这些。有的人经常讲呢，比如说我们看温总理很可怜是吧，70多岁四处去多难兴邦。那么这个问题来讲，就会说他已经那么辛苦了，你要再要求太多，你比他能好多少呢？实际上呢，这句话呢是没有道理的。就好像他们执政呢是在场上踢球，我呢买了票呢去消费这场球，我要看。而且呢，你这个如果说我要下了注的话呢，你踢得不好，你作弊打假球呢，我还可能会被蚀本。因而呢，作为观众，我们现在都是观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求他们踢得更好。这是天然有道理。如果你想一脚天灵，你可以回家嘛，可以下台嘛，那么多人想做嘛，是吧？大家都打破头。所以说呢，这些事情呢，我们不要想那么多，做自己的事就可以了。第二呢，中国的法律是不是出了问题？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所谓国情论呢，是爱国主义之前还是之后的这样一个很俗套的一个说法。这个国情呢和和谐社会一样的，都是一个搞不清楚的东西，都是一个初级阶段一样。你要想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建设法治和
尊重信仰自由，尊重结社自由，是吧？这个放开言论，让人畅所欲言，让人幸福，感受到幸福和尊严，这些呢，都是我们人生活的这个方式。每个人应该有权利选择，应该有权利选择。所谓民主或者说人权，就是我们这个外在啊，行政权力呢，能够把人限制到什么程度。如果是我自己可以选择的事情，任何人都不可以来干预和限制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国情呢既有那样的国情，就是每个人呢都这个一盘散沙，是吧？大家呢都唯利是图，这个没有关系。但是呢，这个过程中间呢，也有一些政治沙龙，也有很多政治票友。我相信奥巴马和这个克林顿，他不是从这个40岁做总统那个时候才开始学习和实践民主政治的。美国梦是什么呢？美国梦就是在幼儿园里都可以拉帮结派，每个人都可以做老大。然后呢，这样一个过程中间呢，大浪淘沙，有人愿意经商的上了哈佛了，然后去念书了，去搞 IPO 了，然后去做金融家了，是吧？有人愿意从政的呢，去做这个参议员了、众议员了，然后进入政坛了，竞选总统和州长了，对吧？有些愿意做学问的呢，可能进入高校了。所以说呢，尊重每个人自己的选择，这是一个社会最应该有的国情。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不尊重你的选择。比如说陈副教授愿意把他的课放在晚上，结果呢给他搞到第一节和第二节，让每一个演讲者都很受伤，是吧？这个呢，其实呢也我相信也不是一个选修课作为这样一个老师的选择。所以说呢，我觉得怎么样会合理？一个高校呢，应当创造更多的条件呢，让不同的人到学校跟自己的学生交流，你们的学生才能博采众长，而不是想办法去限制他，限制学生读书，这怎么可以呢？所以说呢，这个有一个好的老师呢是三生有幸，我是说陈洪佐遇到贺伟芳三生有幸。还有呢，就是国情呢是可以变的，是吧？我们现在的国情再落后，难道说我们能比五月花那个时候那个弗吉尼亚那个地方靠岸那个地方更落后吗？是吧？我们毕竟还有所有的，但是为什么就没有这样的一种契约和规则？为什么就没有能够生发出来呢？我觉得中国国情特殊，最大的一个特殊呢，就是我们有党的领导，而且我们有党的一元化的领导，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它最终的根源，推这个逻辑的终点，现在我认为，我以我的这种浅见所能看到的是党的领导和党的领导方式的问题。如果解决了共产党，中国的问题很多都已经解决了。我说的是呢，要让共产党按照他的章程那样去做，然后呢，不在宪法和法律之外活动，是吧？不让他的纪委和政法委干预正当程序，是吧？然后呢，这个让国家机关真正的为人民服务，这都是他们说的话。实际上，律师做的是什么呢？律师做的就是用他说的话来跟他讲理，是吧？这个赌场是你开的，规则是你定的，是吧？这个你三缺一已经摆好了，我可以自摸吧？你不让我胡牌那是不可以。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做的是这样的，因而呢，国情是会变的。国情是会变的，永远不要以为现在就是永恒，是吧？永恒是什么？永恒就是永恒在变，是吧？我就不信它一直下去。这个第三个问题是法治能否什么能否解决中国的问题，是吧？我觉得法治至少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方面，至少应该允许大家探讨和学习，用法律呢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法治呢绝不是领导人用法来治国，是吧？绝不是依法治国的意思，而是这样的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信仰法治，不是所有的人在一个社会都来关心政治，那不变成红卫兵了，是吧？任何社会中间关心政治的都应该是少数，而且要让关心政治的人堂堂正正地说出来。比如说，我就是要当总统，怎么了？是吧？你不让我当就不让我当嘛，不让我当我也不一定非要这个唱红打黑这种方式来当，对不对？所以说呢，要让每一个人真正的都说出来。你都已经成了政治局委员了，你的目的就是想进常委，成为总书记，你还非要说你是为了挑担子
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你就说你为了想当一个更大的官，不好吗？当一个更大的官也要守法，这才是中国未来应有的法治的状况。再大的官在法律面前，他都需要遵守规则，既遵守上台的规则，也需要遵守下台的规则，对吧？这才可以。而这个过程呢，你说我们这个今年这个三月份，我看到一则报道，网上说张德江这个高票当选委员长，我说这个他把我放上去之后，我能全票，你信吗？好，这位。在我们政法有一句学生之间的戏言，就是说我们政法将来出去的人是一半人抓另外一半人，当然是一句同学们之间平时说的戏言，但是我就是想过这方面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检察院和法院之间他们的这种关系是让人非常费解的。按我们的就是我们现在是学生学法律的这群，我们的理想是说检察院和法院虽然说他们职权不同，但是他们都是在为就是这个社会的法治而做共同的建设，所以他们关系应该是比较和谐，应该说是一个共同携手这样一个关系。但我们现在看到大部分的法院和检察院的关系是一个在互相掐架的关系，比如说这个法官他在判案的过程中他有一些自由的裁量权，但是检察院就可以就法官的这些自由裁量权而提出对法官的这种比如说对法官他可能认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过多或者是过少这些问题，对法官进行提起诉讼。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人非常费解的问题，我就想问一下您对于检察院和法院之间的关系您是怎么看的，而且您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而且就是现在这两年就有很多的就是法官判下的冤假错案，这两年有非常多的我们看到就是受到平反的这样一些案件，许多人就在质疑法官的这个判案的水平和判他就是法律给予这些法官这些权利，在就是证据不充分或者什么什么这样一些情况下就给予这个就是受起诉的人这样一些判决。但是我同样在想，这毕竟是少数，但是因为这些冤假错案，现在整个社会上，我觉得对于法官的这样一个尊敬程度，这些年来我觉得是大大的降低，人们。不但是不相信法官的这个公正性，而且我觉得就是大家也不太相信法律的这个公正性。那么我就是还想问您，就是您对于怎样保障法官的这个他在行使法官职权的这样一个权利，您认为应该怎样保障？这是我的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其实都超出我的这种可以答复能力，其实都应该是周翔和曹建平提出的问题。这个你刚才说呢，法官检察官呢，法院检察院都应该是为了这个法治呢做自己的工作，他们应该很和谐，为什么会这样，好像关系比较紧张，是吧？我觉得呢，与其和谐呢，我更愿意他们自己有权利的边界紧张一点，是吧？和谐的过程呢，就是说他和法官和谐了，那律师跟谁和谐呢？如果法官检察官律师都和谐在政法委和纪委的统一领导之下，那你还让被告人活不活呢？所以说呢，我觉得呢，我们不需要去建立呢法院检察院之间的和谐，或者说法院检察院律师之间的和谐，是吧？一定要追求一种和谐，其实最终的结果呢就变成和谐，是吧？就是那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所谓大三长啊维稳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它也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和谐，我觉得应该是各自呢把各自的事情做好。你所说的这种法官检察官的压力啊，在我理解，刑事案件的判决过程中间，经常是这个，比如公安机关把人抓了，把口供呢已经做成了，假设呢这个聂海芬对这个张高平、张辉、舒志两个的这种口供，逻辑上已经把他们锁定成一个罪犯了，虽然说还没有证据。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呢，这个叫做事权，公安机关或者是反贪机关纪委这个阶段呢，已经在这个前面的过程间把人已经抓了，把事情已经弄了，不管是基于刑讯逼供还是这个政策攻心，总而言之证据所有的情形都已经拿到了，
在这种情况下拿到的东西，按照这个米兰达规则，应该是通通都可以排除掉的证据。什么叫排除呢？就是这事儿是真的，也不能拿它去作证，作为证据使用。因而呢，我们现在是事权往上层层绑架、层层倒逼的过程。基本抓这个人就甭抓错了，我就不信你没事儿，是吧？就跟马三立算卦说那个说相声讲那个没有，最终我总能算出你这个天凉了还没买棉袄呢，是吧？我就不信你没有。那么进来以后呢，把人移交或者公安抓了之后呢，把证据整个用各种方式固定以后，由于没有沉默权，需要自证其罪，需要坦白交代，有刑讯逼供，没有证据排除，或者说没有有效的证据排除，使得公安机关呢，在公安机关强势的情况下呢，能够倒逼检察院。检察院明明知道这个不构成，也很少有人能够阻拦。当然，检察院也顾虑了很多。有一种说法，就是重庆的检察机关有大概6000件左右的案件没有批准逮捕不起。这些人中间的不少人，我看到的是被直接劳动教养，是吧？像方红和任建也都是这样。那么由他们做了之后呢，往上提起公诉的时候呢，侦查机关呢又整个通过绑架公诉人来给检察机关来最终绑架了法院，是往往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认为他不应该构成犯罪，律师也会提出一些问题，确确实实通过这个自由新政能够认可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情形存在，但是他不敢，法院不敢去判决排除非法证据，然后去宣告一个人无罪。从这个两高三部的那个共同的那个关于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的赵斗海之后，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见到一起成功的排除了非法证据的案例。司伟江刚才宁波做了一个，排除了这个几万块钱的那个受贿金额，最后认定了6000块钱。然后认定了6000块钱以后呢，判了一个大概我忘记了是拘役还是怎么样。那么宁波的这个区检察院提出抗诉，然后在二审的时候呢，这个经过补证的中级法院呢又认可了其中的大概3-4万块钱，把那个人判了2年徒刑。作为一种博偿，抓了一个法官，检察院抓了一个法官。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情形来讲呢，我觉得检察机关对法院的这个审判工作的监督权体现的这样一种情形之下，这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呢？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制度之下呢，违法的门槛呢其实太低了，监督又不够好，然后就让野心家呀，这个选择性执法和报复性执法可以大行其道。你说谁没有常在和平站，谁能不失邪呢？法官有没有问题？应该也能找到问题，拿到显微镜底下之后，这个人一定是有问题，是吧？检察官有没有问题？纪委有没有问题？所有的人都有问题的情况下，那么当你被人盯住的时候，他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去弄你，是吧？薄熙来在这个辽宁做省长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豪言壮语，就是说，党政领导干部凡是这个政府官员，凡是受贿200块钱人民币的，一经发现立即免职。这是薄熙来做辽宁省长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个。我当时算了算，我那时候吸烟，我抽3包烟的话呢，这个阮中华大概70块钱一包，65到70，2/1，是吧？那这样的一种情形下，如果说200块钱可以就地免职，2000块钱可以立即抓起来，然后1万块钱可以判一年，10年以上可以判死刑。在这种情况下呢，平平常常每个官员每个逢年过节拿个20-30万，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礼金是很正常的。打麻将一宿输掉个3-5万，我觉得也并不稀奇。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求法官、检察官、纪委所有的人，其实我们这个政权通过这种法治和这种民风啊，使得所有人办事的规则就是在一个违法状态。你们现在可能很多人的生存不一定是违法的，像如果说计划生育早生几年的话，早出几年的话，我们这些人本身都是不应该出生的，我在我们家第5个。所以说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就是说我们其实呢，这个社会你会发现呢，我们这个共和国真的是山寨的共和国，我们的法治真是到处都是山寨的。
是吧？你要中间怎么样稍微淘金淘到一点点，在一个规则上去撬动，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个人感觉呢，要改的事情非常多，所以说呢，法院和检察院包括法官的这种信用问题，这都很明显。我到现在为止呢，我是从宏观上呢，从大的原则上呢，我尊重司法，但在任何一个环节上呢，怀疑司法的过程，我会高度质疑，是吧？一般说来呢，我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如果欺人太甚的话，大家可能就理论一番，也就只能是做到这个程度。因而呢，就是说，我不知道你刚才所使用的词汇呢，关于这个所谓一半人抓另一半人呢、和这个检察院法院的关系应该怎么样才和谐？我个人感觉，他们这种和谐，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就是勾兑，是必须要制止的东西，是必须要制止的，不应该这个样子去做，应该变化。这种变化呢，还是我觉得什么都搞不清楚的时候呢，我们先按照明规则，按照法律来做事，发现问题呢，逐步逐步的调整修改。这个过程中间需要正心诚意，需要自己的这个想法呢，能够出于浩然之气，而不能鬼鬼祟祟，是吧？我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身处高位的人说的一些话，都经常的愿意去怀疑，从负面的时候想的比较多。我知道这是我的毛病，但是呢，可能确确实实呢，每次呢都不幸而严重，又让我觉得啼笑皆非，不可奈何。最后两个问题吧，因为时间关系。那个女同学吧，对。也比较粗放，除了大家基本上做事讲信用守规矩之外，其实我们并没有太多的这种长处。我也更多的呢是由着自己的性子在做。我觉得这个不光是一个女生呢要做律师，男生要做律师，整个做律师这个行业对人的要求呢，还是需要在读书的时候呢，把一些基本原则，把一些基础知识呢能够搞清楚一点。再有呢，这个一个律师除了细心之外，最大的问题呢是需要能够分清主次，能够找主要矛盾，这是一个逻辑训练的问题。再有呢，我个人感觉，不管是做律师还是做任何事情，不管男女，做任何事情，最关键的问题呢是要做人，是把自己的人做好，尽量的不要投机取巧，尽量不要投机取巧。然后呢，这个顶住压力的时候呢，包括顶住诱惑的时候呢，它会使你的功力呢会越来越好。当然呢，我这个人呢是好多压力和诱惑都没有顶住的，所以说呢，这个也不是一个好律师，不是一个好律师。好的律师呢，我觉得应该不像我们这个样，好的律师应该是把事情办得非常好，非常得体，非常专业。这个同时呢，律师呢又不一定成为特别的这种中心。我们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比较迷失，大家说这个有死磕派的律师啊，有什么演技派的律师、艺术派的律师的这种情形。我个人感觉呢，这个那说的是律师，说的不是我。我从本源上来讲呢，不是一个真正的律师。我觉得这个好多人怀疑我的这个什么，还是有些道理。就是我在这个领域真的去做呢，这个其实是由着性子去做跟言论自由有关的事情。再有呢，就是说呢，我做的这些事情呢，在以往的这个十年间呢，它不是一个能够产生这个价值的东西，就是价格呀，就是没有一个充分的竞争。你做言论自由的案件跟言论自由有关的案件呢，这个东西很重要，但是又没有重要的一个像黄浦江的水质一样那么重要，那么迫在眉睫。是吧？很多人认为呢，我只要能喝上黄浦江的水，我不一定非要演的自由，是吧？哪怕那个水里漂了1万多头猪，是吧？这个都没有关系，因为专家已经说了，水质不受影响。那么做这样的一些事儿，就是说，
可能党和政府不喜欢，至少地方的党和政府不太喜欢。你经常动不动就摧毁一个地方政权，这是很难受的事情。第二呢，是他没有钱赚，没有钱赚。第三呢，这些事情呢，往往呢需要不厌其烦的去在现行这个法律中间找出一些边缘化的一些这个依据和渊源呢，来去讲这个道理。实际上呢，你不仅仅需要给公众普法，同时你还需要面对法官的讲清楚你的想法究竟是什么，然后再尊重他的这种裁判权。所以说呢，又不挣钱又有压力，党和政府，尤其地方党和政府不喜欢，然后呢，这个又这么累，影响挣钱，很多人呢，好的律师就不来做这些事。那么好的律师不来做这些事呢，实际上呢，这就是我的这个不够专业的律师来做的这个事情。因为大家都不做呢，我来做呢，就是当事人对我，社会对我的要求也不会很高。然后呢，因为你给媒体做好多事情，做的这些事情又是所有的人都可能关心的，你说任建宇的事他才关心不关心？发一条微博或者关注一些人，转发一些人，是吧？那他当然是会很关心的了。你关心的这种过程中间，你去这样做了，你这个律师呢也就比较容易产生影响力，就容易呢出名，是吧？所以说，当别人问我的时候，你都得干，我懒得跟警察解释那么多，我说我为了出名可以了。你不要再跟我再讲很多，你实际上最终就是为了出名。哎，我说我直接就是为了出名，出名之后好去赚钱呀，是吧？你不出名怎么能赚钱？做律师谁都不知道你怎么办呢？但是出名之后，他没能赚到多少钱，这个也是始料不及的，是吧？但你已经做了呢，那就这样去做，其实就可以了。比如说在法庭上，你像任建宇说，为什么说《环球时报》的一个女记者采访我，当时他说为什么普律师？这一周之内，任建宇成了这个百度搜索上人名这个非常靠前大概两三位的这么个名字。我说你想想任建宇的这个罪行和他的这种遭遇啊，和很多人实际上是相似的。你作为环球时报的记者，你没有骂过胡锦涛，你还没有抱怨过胡锡进吗？是吧？你按照任建宇的这个规则，你批评一个村支书也不行啊，是吧？转发、关注、浏览、复制粘贴若干个微博或者是博客，然后对西方这个政治模式呢表现成一种艳羡之情，是吧？批评我们的这个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这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重庆劳教委也太过分了一点。我记得扯远一点，看时间还可以是吧？开庭的时候有些细节，你比如说劳教委当时说的这个很多的要点，他们有几个点，比如说他有一条微博说的是呢，他转发了杨恒军的微博，杨恒军老师的微博，老杨头是吧？那是著名的公知。这个转发的微博呢，就是说，杨恒军这个微博写的内容就是要求大家呀、去电影院里去看《建党伟业》，哎，你还能够体现出那一句呢口号，激动人心的口号，叫“结束一党专政，民主自由万岁”，也是吧？这是杨恒军那个微博。那么任建宇做的事情呢，就是把他这个微博复制了，然后粘贴到自己的那个空间里面，把那个“结束一党专政，民主自由万岁爷”这几个字儿作为自己的评论，把它推出去了。然后劳教委说：“你看他这个就是他阴谋煽动国家政权、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证据。”然后我在法庭上，我就问那个劳教委的那个姚港涛和那个叫金学林吧，还叫什么那个对方代理人，我说这个。首先呢，他是转发了杨恒军的微博。其次呢，杨恒军的微博里面说的是推荐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是主旋律电影。再其次呢，这个电影里头啊，是当时共产党的先驱啊，在要求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鼓吹民主自由万岁。所以说这样的几轮下来之后呢，你说这是任建宇要阴谋颠覆现行的党和国家的这个领导。这个政权有些牵强是不对的，事实上是不对的。其次呢，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就算这句话是任建宇说的，我问你又怎么样呢？结束一党专政对还是不对呢？你先要回答，那共产党的统治是不是一党专政？如果是，那我告诉你，就是要结束他的统治；如果不是，任建宇这样说跟你共产党有什么关系？没关系，这逻辑不是很清楚吗？此处有掌声啊！然后第二句呢，叫“民主自由万岁”。我说这个，任何时候鼓
所以民主自由万岁，这是政治上正确，知道吗？难道说民主自由万岁不对，专制独裁一党专政是对的吗？讲一党专政万岁可能吗？所以说呢，这个呢自然是不可以成为指控他的证据，劳教他的理由，是吧？还有一个呢，叫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是吧？非常大的问题呢，就是说李克强呢当时视察香港大学，视察香港大学呢，然后呢这个有个照片呢，有若干个保镖呢很凶，影响了就是港大对李克强副总理的接待，影响了香港师生的正常教学秩序，于是呢在香港呢很多的学生抗议，抗议港大呢这样的一种安排不合适，因为那个学校我去过几次，就是说他每天他比你们这个学校更随便，就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来，是吧？每个人都井水不犯河水，就觉得太凶了。然后人家你们把这个照片，把这个李克强的这个在中间，李克强当然很好了，他的保镖呢确实是看着就蛮凶的，四五个。然后呢，把这个贴到自己的空间里面呢，下面加了五个字叫“黑社会老大”。他把这张照片叫“黑社会老大”。然后呢，这个劳教委说呢，这是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怎么能可以说你到底这个审讯里头啊，公安局问了他很多次，你说黑社会老大到底什么意思？是吧？你说的谁是黑社会老大？人家你说我说那保安是黑社会老大，当然人家不信的，是吧？最终来讲呢是这样。那么别的人如果辩护的话呢，我觉得往往会是说，他说的是保安，他说的不是李克强是黑社会老大，对吧？我的这个辩护思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我的代理思路，我往往是老老实实的，经常陷当事人于不义，是吧？我说你看，我代理自己后来也写了，当庭都是这样的。我说这个李克强啊，这个里面的图片呢非常好，但是他的保安呢确实非常不好。我说现实中间的黑社会老大都在做正经生意啊，西服革履，然后边上流氓跟着，对吧？这是一种派头，这是黑社会老大的派头。另外呢，整个的背景呢是干扰了港大学生，当时引起这个舆论，这个海外舆论的这个强烈批评，认为这个是李克强丢分的事情。那么大家一种感觉，比如说人家你的感觉，或者港大学生的感觉，我们的感觉就是这张照片中间的李克强像黑社会老大，或者是黑社会老大。你说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可能不对，但是你们常年美化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对吗？另外呢，不管丑化还是美化呢，就像这个男女女的这种爱恨情仇一样，它是一种感觉。说黑社会老大，这是一个判断还是一个事实呢？那人家也认为这是他有点像黑社会老大，对吧？就是这么一个逻辑过程。那如果说因为他谁他说这个照片上的李克强像黑社会老大，然后你们就把他劳教两年，说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等于是不让他说话，不让他发表自己的观点，对吧？假设是这样的话，那谁有权利，什么样的一个人有权利在别人骂自个儿一句，或者说错怪自己一句的时候，就关他两年呢？只有黑社会老大能做的这么横，啊。那么，如果任建宇因为说李克强是黑社会老大，就被劳教两年，这个认定是对的，他恰恰说明李克强是黑社会老大。那假如李克强确实是黑社会老大的话，那说明任建宇的说法是客观评价。我说你们确确实实不应当给克强同志添乱，因为呢，在这么一个紧要的关头呢，我们都看得出来，他还有机会在更好的位置上为人民服务，是吧？你这样讲，你等于是这个劳教任建宇是李克强一生的污点，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青年在重庆，因为评价他的一个照片就被劳教两年，这是一个大国之君的风范吗？不是吧？所以说呢，就是我真的不知道呢，这个党的这些这个公安呢、检察呀、这个法院呢，这个到底是怎么想的？就是这些所有凄惨的真实的故事，它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但是呢，它都活生生的发生了。其实呢，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刚才我回答那个同学是，
怎么做一个女律师是吗？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因为我是男的。但总而言之呢，我觉得怎么又跑这儿来了，是吧？这个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感觉呢，就是我呢其实比较喜欢和比较陶醉于这种针锋相对的这种开庭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这个有一个，这样的，根据普律师刚才的要求，先报一下来头吧。我是从西安理工大学法律系赶过来的。有每次洪国老师有组织这样的讲座，我都会从那边，包括我这边的，我也是西安理工大学法律系赶过来的，所以，谢谢大家把这个提问的机会让给我。我姓蒲啊，就是蒲律师的蒲，上面多了个草字头。于是呢，微博上有老有人把那个蒲律师，有时候可能叫蒲律师，于是呢，一种那种优越感啊，油然而生。你这太美化了。是我今天这个问题啊，我问短一点，就是刚才蒲律师也谈到，就是那个关于那个纪委和那个和双规的问题。其实我现在就是说，因为我们平时知道那个纪委啊，它本来是属于党的一个部门。但是我们有时候在他定位的时候不是很清晰，有时候他的那个甚至他的那个工作人员有时候按照公务员来对待的。那我们说这个纪委他到底算是一个国家的机关，还是算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如果说还有就是他的职能到底他是履行了一个国家机关的职能，还是说履行了这样一个非政府组织的一个职能？如果说他在履行他的这个职能的时候，因为他的职权很大，我们知道他在履行他的职能的时候，如果说涉嫌对公民，包括我们党员干部，对所有的公民，如果涉及到一个侵权的时候，我们是应当对他提起那个国家侵权的诉讼了，还是一个那个非政府组织侵犯我们公民权利的这样一个问题来对待？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谢谢。我觉得这个纪委啊，我个人感觉纪委肯定不是政府机关，另外呢，纪委呢肯定不是非政府组织。这个纪委它应该是一个政党的内设机构，它的一个部门。这就像宣传部其实没有权利给报社编辑下命令禁止这个某个新闻选题的制作和采访一样，纪委呢它应该也没有权利呢超越它自己这个党派的边界呢到这个社会上来找事。因而呢，我个人感觉呢，就是说纪委这样的一种做法，它首先呢，它存在的就不合法，就是说不是纪委自己啊，作为党派内部是没有问题，就是纪委自己啊，用这种方式去到处查案子，人五人六是吧？说到底呢，它是相当于魏忠贤的东厂，它是一种特务政治之下的一种法外的这样的一种机构，这个机构呢，已经凌驾于所有的正当程序之上。它变得呢越来越可怕，尤其呢它迎来了有史以来最能干的一位纪委书记。我觉得这个十八大之后呢，纪委的工作呢反腐败工作有望取得新进展，这是我最为忧虑的事情，是吧？我所期待的政法委书记呢，应该是把政法委限制在党内，去研究一些像这个体制改革研究会一样，是吧？办个炎黄春秋杂志，办个政法春秋，然后完了，是吧？这就可以了。那么纪委呢，其实呢也是管管自己的这种党费啊，什么其他的问题啊，就可以了。涉及到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事情呢，千万千万不要再管了。一个最好的纪委书记和一个最好的政法委书记，在中国现在是要改变纪委和政法委的存在方式，改变他们对社会事务、公共事务的干预，这才是一个好。当然，更好的，我觉得这一届他们做不到，就是解散政法委和纪委，这是最好的事情。这是我的这样一个期待。另外，他们侵犯了这个党员干部的权利，或者侵犯了什么权利之外，应该怎么样救济？现在的救济呢，就是说，新闻出版总署禁书明确的事情，我和张思志老师就要代理，我们连案子都立不上。这说明他们也害怕纪委和政法委，只有政法委才能够让一个法官不去立案子，才能设计一种制度和规则。那么当这个最高法院的副院长，比如说黄宗友先生，都可以被双规的时候，这个法治的践踏，我觉得也就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是吧？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呢，我们还是要，因为这个国家我觉得是我们的，不是他们的，他们糟蹋这个国家呢，我觉得我们需要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再这样做，对吧？这个事情呢，我们觉得是应该可以提出来，可以堂堂正正的来提出来，我觉得这一点呢是需要变化。那现在来讲呢，如果说纪委所还谈成立的话，基本上是一个黑幕，是一个黑幕，没有办法。我们现在能做的是呢，尽量多的发现这种势力，然后把它暴露在阳光下，这又回到了一个表达自由的范畴，是吧？这个又回到了一个表达自由的范畴，大概就是这样。另外，我觉得如果有没有如果时间可以了，是不是再提三个问题？再提三个。我这个很难得的这种机会，这位红衣小伙。先生您好，大家安静。我就想问您关于六四学潮的问题啊。当八九年四二六社论出来之后，实际上赵子阳是把四二六社论里面宣扬的对学生的评价是否定的。但是当时你们学生在广场绝食的时候，救护车还有其他的一些援助是给您们一定的援助的，就可以看出可能当时党内的领导对于您们这次学生运动的态度是非常不同。我就想问一下，您当时是如何揣测就是赵子阳、李鹏还有邓小平他们当时党的三位领导对您们的态度如何，以及现在就是王丹、吴尔开西还有柴林、曾存德等人的生活境况？谢谢。这个就像嘉宝同志的最后一个记者大会一样，这问题终于来了。感谢你们，这个还记得我们当年年轻时候的事情。这件事情其实从后面回答，柴玲、王丹、乌尔开西他们的生活呢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王丹呢在台湾教书，乌尔开西呢在台湾生活大概若干二十多年了，柴玲呢是在美国，柴玲的丈夫呢我听说是一个很大的老板，这个是罗姆尼在这个他们那个州竞选的这个共和党的一个负责人吧，大概。本来呢应该还是有更好的机会为美国人民服务的，但是因为他那个党败了，是吧？所以他还只能是这个阴谋颠覆政府的问题，还只能是先想这个问题，是吧？这是这样一个状态，每个人都走自己的这个路。冯从德呢，这个我当时也这几个人应该也都认识，冯从德的状态呢，前些年是在中国人权，现在怎么样我不太清楚，他可能又写了一些书吧，原来也是北大的学生。在当时的时候呢，就是四二六社论是说的是呢，这是一场阴谋，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是要做一场动乱，要实现他们在和平的这个稳定的情况下不能够实现的目的，所以说呢要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这是四二六社论的一句小平讲话这样的一个立场。这官方知道会以后，那么赵呢，应该说在五月四号的这个亚航讲话。五月四号的亚航讲话呢，应该是把这个里面的一些问题呢做了一些修正。他认为呢，要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他们呢，这些青年学生就说的，我们绝不是为了要反对我们的制度，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认定。那么五月五号的时候呢，其实高联宣布了这个北京高校复课，然后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基本上已经好了。就是说，在那个之前，作为我这样的学生，我是不知道他们谁是谁的。在亚航讲话之前呢，我是没有去知道谁是，可能一些年岁更稍微大一点的老师啊，这个大概可能会知道一些，但是我们呢是不知道的。因为八十年代整个的思想，高校的和社会上的这种思想，虽然说社会呢还很封闭，还很落后，还很计划经济，但是呢这个去思想文化界呢，应该说呢这个它还是非常非常活跃的。像这个包敦信啊、严嘉琪啊，他们这些人所做的这个走向未来丛书，还有呢这个走向世界丛书，还有类似于中国文化书院，是吧？还有方方面面这些情形，就是说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探讨呢，其实他们在八九年当时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它其实和就是八九年四月份的时候那样一个学潮，和以往历次的这种学潮
就是七八年以后的历次学潮，七年以后，它只是规模上稍微大一些，并没有太大的这种差异。就像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向高校派工作组，他对学生的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镇压，并不亚于原来对学生的镇压一样。其实刘邓当年对这个右派、对这个造反的学生的这样的一种压制和这个毛泽东江青、中央文革对敌对势力的压制是一样的。这就是那样一种生态，八九年我觉得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呢，就我来讲呢，我觉得我没有去，至少我没有去刻意的揣测领导人怎么想。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就是说确确实实呢有不同的这种说法，有不同的矛盾。还有呢，我觉得人之常情，绝食的时候呢，受到这种救助呢是一个正常情形，是吧？这些学生呢，大家都不会认为这些学生会有很多的想法。另外，学生所提出的铲除腐败啊，反对官倒啊，要求民主与法治啊，这个要求这个新闻要说真话呀，是吧？要求给这个在反精神污染和反对话中间的公民受到打击的公民这个正常的正当的一个评价，其实呢我觉得这是一种诉求。那这样的一种诉求出现那样的一个结局，悲剧性的结局，我觉得确确实实呢，就我来讲，在当时我缺少这种妥协的这种眼光和这种胸怀。再有的就是说，那个时候毕竟你还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嘛，你没有多少可能性呢去主导这样的一个运动。那么这个运动之所以不被主导，像脱缰野马一样这样去做，最终来讲呢，迎来这样的一个结果，在这个作为党内的保守派改革派摊牌的过程中间呢，以改革派全线牺牲，对中国进入一个20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勃列日涅夫时代，是吧？这样的一个状态呢，这个直接相关，我觉得呢，应该说呢，是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呢，他没有能够抓住这样的一种机会，就是中国自己没有找到这样一个机遇。其实领导人、执政党和百姓呢，本来不需要兵戎相见的。一个民主政治、法治中国呢，它需要有一个特点，这说明我们不具有这种妥协的这种气度。那么小平呢，确确实实，大平他也不是蒋经国，不是他的这个同学，是吧？是这样的一种基本的情形。那么我想呢，就是说，如果说有了那个时候，现在呢，我们又有了微博和互联网，我们有了这么好的设施，这个社会呢，有了这样多的发展，这个社会多元化已经到这样一种程度，在多元的情况下寻求共识，寻求真相，研究历史，挖掘真相，然后实现这样的一种和解，社会的和解，来弥合这种社会冲突和解决社会不公的现象，就是开放党纪和报纪，让所有的诉求能够作为梦想成真，这实际上呢是中国未来应该发展的。所以说，我觉得刘晓波当时说他那个讲话，最后的讲话呢叫我没有敌人。我是真真正正的知道这个代表他的心里话，因为这个包存信、刘全宁、张祖化、我、刘晓波，我们这些人呢是特别紧密的私人朋友，大家这种事情也每天都在讲，确确实实到现在为止，在任何一个环节上，我可能和法官、和检察官、和公安，甚至和一个维稳干部对立，但是从这个内心深处呢，我觉得他们并不是敌人，他们是迷途的羔羊。我觉得我们需要拯救他们，要给他们机会，要坚持你自己，是吧？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中国一步一步的可以往前走，可以能够走得好，要相信自己。声音大点。就是那个财经网上，然后贴出了一个调查问卷，但是过了一会儿它就被和谐掉了。然后那个问卷的问题我简单就说一下，就第一个问题是，您是否赞同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加快推进改革？然后有1578人投了反对票，占了72.82%。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您赞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说法吗？然后有1742人投了反对票，占了80.39%。还有第三个是，您赞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然后有1776人投了反对票，占了
81%，然后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您对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制度怎么看？然后有1717人投了反对票，占了79%。然后我觉得想问一下，您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您觉得这个事情有什么意义？它是不是暗示了某种趋势？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前几天我在看宪法学课本的时候，然后看到一个问题，然后那个问题具体是什么我记不清楚了，但是有四个字在那儿摆在那儿，让我觉得很恶心。我想请问一下，您对那四个字是怎么看的？就是中国特色。好，谢谢。这个问卷调查我也看到了，但是我这个手机呢，因为关着呢，你那个我没法直接记不太清楚。我看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已经被和解了，是有人这个发给我的，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就是说这个中国国情的问题，中国特色的问题啊，其实是一个懒汉者也很懦夫主义的问题。就是现在呢，因为中国特色，我觉得中国什么叫中国特色呢？可能中国特色呢，就是说明明那个地方有桥，然后我还非要下河摸石头，这可能是一个特色。那么摸的这个上瘾了之后呢，就不想过河了，这可能也是一个特色。这是什么样的特色呢？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中国共产党是否有足够的信心来干嘛干嘛，我忘记了啊。我这个81年考大学，82年才考上，81年考过一次路考。那个时候呢，我们学习的这个历史问题决议就是，就是中国共产党有能力认识到自己错误，而且还有勇气改正错误。当时我是真信的。那现在呢，我觉得我是真不信。我确实，如果说投票的话呢，我也投票。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这个什么玩意儿进入。哦，这个你要先看这个逻辑上面，只有中国人才要带领人民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有没有问中国人民愿不愿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啊？比如说我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但是我自己是不愿意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你凭什么非带着我这拽着往那个人走？所以说呢，另外呢，回到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什么样的道路，是吧？这个道路呢，我觉得现在应该说是挺让人可悲的。城里面像欧洲，乡村里面像非洲，是吧？现在非洲也在发生变化，因为中国资本200亿美金又过去了，是吧？这当然也会发生变化，但是我们的农村其实没有人建设，我们的公平秩序都没有。那这种道路呢，我个人感觉呢，确确实实呢，环境破坏成这个样子，还是提到的这个沿岸黄天天喝着黄浦江这个水，对吧？这种是自然是我们需要去探讨的。我个人感觉，我们这个社会发展模式，它有很多的问题。再靠大量的卖地啊，然后收税啊，然后建房子，然后这个 low 啊，然后移民的，是吧？这种方式去处理呢，其实未必是一个好路，它会不会是一条死路啊？我现在一直就怀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到底还能不能走得通。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是不是只有他才能带着我们走这条路？那我觉得可能是的，但这条路，他确确实实是我不愿意走。这个事情呢，这个他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是吧？这个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应该说呢，也不能再还意味着什么。这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以我做律师的经验来讲，教训来讲，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统治啊，说到底呢是这个叶公好龙，是吧？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所有好的东西，我们都不说它不好。原来的时候，我们还说这个人权是资本主义的概念，是吧？现在也不说了，现在说我的人权比你好5倍。是吧？我挨过饿，所以我更知道人权是怎么回事。这是李兆基同志讲啊。那么这个其实所谓这个好龙的问题呢，这个好的东西我们其实都不拒绝。但是当这个电闪雷鸣它真要腾空而起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呢，
所有的这个号龙的这人呢、啊，领导人都在后睡。所以说呢，在2003年的时候呢，我们还能打赢余秋雨这样的官司，当然今天也能打赢，是吧？因为余秋雨和这个范志毅一样，他们是属于那种演艺娱乐或者是文化明星，他们是这样的名人公共人物。可是我们当遇到一个村长或者遇到一个镇党委书记、一个县委书记的时候，你就很难打赢了，你就很难能够打赢了。我们在中国农民代表的案件中间，是因为他起诉我，他起诉作家，县委书记起诉作家，前县委书记，才能够真正实现了立案。是人家在本地能力上来告媒体、告这个作家、告出版社，你要出版社去告他的时候，你可能就未必能立得上案。那么等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就无法立案。在80年代的时候呢，八十年代的时候，大概是赵子阳做总理的时候，陕北油田呢，这个陕北油田吸引民间投资去打油井。到温总理上台的时候呢，说石油是国家的矿产资源，所以油井要收归国有，于是呢就疯狂的向陕北榆林这些地方就把那些民营油老板的油井全收回去，然后注入了延长石油集团，现在成了中国第四大石油集团。这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形。所以说呢，这也是这个所说的这个秦晖所说的涨潮的四分大锅饭的问题，是吧？为什么说我们这个这么国企这么低效率，它还能成为世界500强？想做到它都可以做到呢？比如说中国工商银行为什么那么有钱，那么好的利润，那么好的效益？我觉得是因为它把这个利率给你放到0.44，然后一年利息呢只有这个2%到3%，一年期利息，然后民间借贷的这个资金成本呢达到10%+，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利息差呢，给了非常多的人这种中饱私囊这个机会，它使得这些钱都不能够用来发展经济，然后呢这个政府每年印无数的钱。我上大学的时候，每个月政府给22块钱助学金，后来加9块钱副食补贴，大概每个月挣31块钱上学，然后家里面给20-30块钱能够就做的还生活还算可以。你们现在每年要花家里多少钱，是吧？这个大家每个人可以想想，我不太知道，可能每年连学费的生活费，在这个发短信上网的费用，是吧？发微信的，以后微信要收费，是吧？那可能一个月总得有个2-3千以上吧，2-3千总得有个2000块钱。所以说这些情形来讲，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这个很多好的东西是都可以接受的，但是呢真正要限制到它的时候，它就真的不去接受。那这些问题说到底呢，其实还是党的问题和党的领导方式的问题，是吧？我觉得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个党？我们还有8个党嘛，是吧？为什么不可以让他们执政一下呢？比如说民革，这个万鄂湘是吧？最高法院副院长，民革的领导，这回这个成了副委员长，那就不能让他做委员长，或者是让他做这个让他这个民革来执政吗？如果说民革万鄂湘来执政，他还能够跟有利于跟国民党搞好关系呢，是吧？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可是我也看到万鄂湘说，他吃到了甜头，是吧？几十年这种多党合作，他已经吃到了甜头，于是他就很甘心的在这个副委员长的位置上成为党的国家领导人。所以说呢，这些情形来讲呢，我觉得这叫什么？回到这个好公民和好律师的题目上，叫做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无恒产而有恒心者，为士为能。他有吗？他有恒产，但是他没有恒心，是吧？他愿意在这个地方去做。那么我觉得陈克杰也做过副委员长，对，这个黄方勇呢也做过最高法院副院长，是这个你的师叔吧，是吧？这么说他们这些人都继位，这个他们一定是很优秀的人，但是呢这个制度呢最终呢他们曾经伤害过别人，
然后他们吃到了甜头，是吧？现在他们也吃到了苦头，就是这样一种情形。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中国必须要改变，我们从一点一点、一点一滴开始改变，要从改变学生开始改变。这个阵地啊，如果我不来占领，这个他们就不来占领，是吧？这个也是很紧迫的。还有哪一位？最后一个吧，最后一个。谢谢同志，我想问一下，在2012、2013年世界新闻自由榜上，我们看到台湾是47位，去年只有2位，在170多个安中，大陆依然排名倒数第173位，国足倒数第一。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香港是今年58位，第84位，跌幅非常大。就是想问一下，在香港，您如何看待这个新闻自由？还有包括香港新的特首出来的时候，我们戏称他为这个尊重香港的。是如今您如何看待包括香港去年马克思教育他对于香港这个现在这个两位有的这个特别用现在他这个市民他有一些想不到优秀殖民地的这种思潮如何你看待然后包括然后上来之后他对于香港这个新闻出版自由他包括他的方面是对你来说说他的您如何看待香港香港的问题应该说我不很了解，但是呢，这个香港确实很多的朋友去香港，这个今年12月还要去香港，可能今年还会要再去。这个香港的这个新闻自由确实是滑得很厉害。中国大陆是倒数第七，我们前面还有6个是吧？这个其实我觉得呀，这样的一个评比啊，它不一定是非常准确的。就是中国现在你很难说的这个新闻自由呢就受到了什么样的多大的限制应当说呢就是中国党和政府呢愿意更好的管理新闻他们有这样的一种愿望但是他们管得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呢是大可怀疑的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不同了互联网确确实实是上帝给中国人民的礼物对吧这个在中国要封锁一个消息其实也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现在就是说，中国有一定限度的自由，是吧？包括呢这种言论的自由，这些事情也都是不能否认的。我不太知道呢，另外的6个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我也不太知道前面的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底是不是都是不如我们这些事情呢？这个标准可能不太一致。香港呢，我觉得中资机构呢，更多的渗入到香港的传媒，确确实实呢，使得传媒的这个自由啊受到很大的限制。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可能苹果日报呢，还是这个旗下的一些媒体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坚持。另外呢，有些这个政治猎奇或者说这个保证的倾向于这个。内地的这种政治黑幕写作的这样的一些媒体呢，也还在做他自己的事情。但是香港确确实实呢，新闻自由的尺度呢在大大的降低。很多人担心这一点，不光香港，其实台湾呢也是这样。凤凰卫视呢，其实大家不需要更多的给他给予想象，香港也没什么人看凤凰卫视。对吧？凤凰卫视其实基本上呢，也就是 CCTV 的香港版。但是呢，这个因为我觉得我们去年这个做了一个，凤凰卫视这个李秋露薇他们做了一个节目，关于劳动教养，他们做了很好的采访，然后他们也非常想做一些事情。但是这样的一个稿子被毙掉了，最后没有能够出来。你会看到我们在做劳动教养的过程中间，在去年。一直受到来自公安机关，就是公安部和重庆市地方当局的这种阻击。所以说呢，像财经啊，像这个南方人物周刊，像南都周刊，像南方周末，还有后面的东方早报这个，那么多的媒体呢，去关注和介入，包括华商报介入劳动教养的这种事件，确确实实呢，这个非常难得。那我呢，往往是这个在我一看国内做不了的时候呢。我就直接把这个选题报给美联社，然后他们做。这个呢，其实是我跟这个司伟江
这些人相比的一个场景，因为他们基本上不接受这个敌对势力的采访。我呢是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我是无所谓的，我不受这种影响。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整个的过程呢，就是我觉得你回到香港的问题来讲，就是香港我这次去呢，我也听朋友讲，这个有一个学者叫郝铁川，大家知道吧？郝铁川呢，这个原来经常给《检察日报》写文章，他就《检察日报》的董事长。郝铁川也是一个教授，应该说也研究法理宪政，法度政法是吧？这个应该说写的文章以前还是不错的。这个他呢，现在在香港叫做中联办下面的一个局级干部，应该是。他其实我听很多香港媒体的这个领导人跟我讲呢，郝铁川代表这个祖国呢，在关心香港的这个新闻传播事业。他手下的人经常也是要请那些人喝茶吃饭的，然后这个威逼利诱的。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是吧？就有一个问题了，黄宏有不懂法吗？黄宏有可能只有在被双规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要干嘛了吧，是吧？那么郝铁川不懂什么叫新闻自由吗？我觉得他应该非常非常的懂。一个傻瓜放香港待十年，他也能懂什么叫新闻自由对人的好处，对吧？但是呢，他们在这个位置上在做，很多来找我的公安的国宝啊，什么司法局的同志啊，什么所有的朋友啊，也都说我们在这个位置上没有办法，然后这个大家都很明确。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呢，既觉得他们很可怜，同时呢又觉得他们很值得同情，很值得同情。所以说归结到底就是说呢，他们这些人呢，我个人感觉大家都认为我想要坚持的这些东西是没意义的，或者意义不大的。那么他们想要追求的东西呢，我呢似乎又比较迟钝，比如当个一官半职啊，挣个三头五万呢，我觉得这东西都意义不是很大。那么我其实所关心的是呢，就是我要需要有言论自由。前一段时间年底的这个春节之前住院，住在医院里头，听到这个云南省政法委书记宣布不再审批劳动战友，我很高兴。然后中国日报的记者采访，然后问到这个事儿，我想到我也有什么问题啊，我正在住院，我就发了一个微博，我就举报了一个老同志。过了他妈的这个20多天，过了年，然后他们才来问呢。我觉得这个社会在变化，很多人，因为我随后就得需要马上澄清，140个字确实是说不清楚，然后有很多的问题，然后美国之音马上就打电话采访，再过2个小时，说你这什么意思？我说我就发个微博呀，我什么意思啊？我这手欠的怎么了？没问题呀。然后说你准备要去举报吗？我说我没打算去举报，我跟谁举报是吧？这个我不掌握情况，所以说我就是发个微博，表达一个观点。最后呢，讲点内心。那么我一个基本思路就是，以往中国的那些年呢，这个维稳呢是中国不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见了太多的人，很多人不是维稳吗？因为地震的时候是吧？艾薇薇不是维稳吗？农民调查10年没有结果不是维稳吗？任建宇和黄正成不是维稳吗？都是啊，纪委这些事情不让说，不也一样吗？所有的事情都这样的。那我们不能回避中国发展的瓶颈，是吧？我解决不了共产党，我解决一个共产党的常委，我可以吧？对吧？这个不过分吧？这个，对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我说维稳这个事情，维稳政策的制定者和维稳政策的实施者，至少呢，我觉得周永康先生是有份儿。我们要探讨中国这个有很多的问题怎么办的解决呢？我们要探讨一个路线，一个治国方略。是吧？什么叫做位卑未敢忘忧国呀？那你能说你生了病住了院，你这个你就不关心国家大事了？那我想就是说，这个中国呢应该解决劳动教养，而应该解决这个上访的问题，应该解决正当程序的问题，应该告别维稳思路的问题。所以说要清算维稳的路线，这是我当时发的一个微博，这是一个观点啊。我们这个赵子阳那个时候讲，这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啊，重大事情让人民参与，重大决策让人民知道，是吧？大概有这样的一些规定。那我觉得我们
我虽然说是一个敌对势力的代表，但是我还是个公民嘛。那我关心一下中国的治国方略可以。我要求的是复兴一条路线，我觉得这个是没办法。后来我的微博就不见了，不见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你看会挺有意思。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形在原来会怎么样？在原来这可能了不得，这反动标语对不对？恶毒攻击我比这个。比人间语还丑化的是外国人吧？所以说呢，我办这些案件其实也都是我自己来办。如果说我不去做，哪天我自己出事怎么办？谁来做？那么在做的这个过程中间呢，这公安也会来问我，就是过了3月份来问我，过了1个月，就是平生这么做警察这么些年，第一次看见部长批示。我说部长批了什么？他说我不告诉你。我说你吹牛，你肯定没看见，你这个级别哪能看见部长批示？后来就问了，这问几个问题。第一，你是个人行为还是组织行为？我说我是个人行为啊，我真的没有组织啊。这个说你有没有证据？我说我没证据。这个我这不是给你们提个醒吗？是吧？你可以去查嘛。然后说你没证据，你胡举报什么呢？我说我没有举报啊。他说你要不要去举报呢？我说举报有些特点，举报呢，检举、申诉、控告，是吧？到公安检察纪委去举报这个某个领导同志出了问题，这叫举报，这叫控告，是吧？这是报案揭发。我说我完全没这个意思。然后他说那你诽谤领导。我说诽谤呢是自诉案件，你滚蛋，是吧？他要是想来呢，要就是说是诽谤罪，那你呀、啊，让他去法院自诉。如果该判刑，我就去坐牢。如果说是民事案件呢，你去给他让他去做名誉人纠纷，是吧？去起诉，我可以请律师给他打，没问题，对吧？这些事情都可以。但是无论如何，公安机关你没有资格来问我这个事情。是吧？这是我和他的这个私人之间的事情，他怎么做那是他的事情，对吧？再有呢，后来说，你说还要举报一更大的，你什么意思？这个话呀，你去看看二月河的小说，这就是那个监察御史跟这个一个犯官去问话的，上面问你什么什么话，一二三，他拿小本问清楚就完了。我说呀，我要能到10万粉丝啊，我就举报一个联合国级的这个会，比如说沙姆抗，是吧？这个副秘书长啊，这个像这样的，这其实就是玩笑。那我觉得呢，就是说他们一直在保护他们的话，一直在我们一直在给你扛着。这个事情其实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我也回答问题就远了，就是说中国的言论自由。把我们排倒数第7，这有谁在作弊吗？我觉得中国的言论自由其实还是可以的。我在国外的时候呢，这个或者接受这个国外的这种采访啊，探讨这些问题，我认为中国确实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中国在发生变化，中国有很多事情做不了，但是中国确实有很多事情你可以做。我就问这些怨天尤人的朋友们，你们做了什么呢？如果你做，他能把你怎么样？实际上也没人把你怎么样，人家挣4000块或者5000块，是吧？好不容易有你这么个项目，还能拿点补贴，你认为他会轻易把你搞进去吗？不会的。人家每个人，就是说你那种打交道的过程中间，我个人感觉我自己的小环境一直还不错。我确确实实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这个我比任何一个党员都维护党的这种纯洁，是吧？我比任何一个体制内的大佬都更加爱护这个政权，爱护。我现在已经深入爱护到领导干部个人身上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件事情就是说，你要想做的可以做的，然后呢，不要把这个政权想得那么坏。就算领导人想实现中国梦，他也需要有人去执行，叫做土法不足以自行。中国的这个做好事做坏事的效率呢，都是不那么高的。所以说呢，这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间是有空间的，我们把这些空间做好，我们就是改变国情。但国情改变了，我觉得结束一党专政、民主自由万岁、
就快要实现了，谢谢。高兴奋和精彩的讲座，特别时间长，我还是要感谢各位学生。当然，在最后一点，我们取得了共识，就是我和同济师一样，他是好律师，我是好公民，我们都是。哎，我忘了说了这个话。整天都为人类解放事业，我们都操蛋了心了。